嗨，大家好啊，我是小杨哥，我身后就是股市啊，咱马上就进去股市看一下啊，走。哎呀，你卖了啊？这条大柯基，你卖给他了？多少钱卖的？1400，1400。哎呦，400块钱，你那么会收？这个大哥400块钱收走的，厉害了。这柯基啊，给他收走了400块钱，简直会太会捡漏了。你到哪买也买不来这样的柯基啊！我在道山给我给四百，我没卖的。多少？道山给我给四百。上山那边给你400，你没卖，你卖给他了。我跑这个，那安慰了我呢。他太会砍价了，不愧为狗贩呢。那我再问问他，得要给我要多少钱？大哥，这个柯基你卖给我多少钱？我想要，我实在价。我卖俺刘家配狗的，配狗的。哎呦，你别歪那虚的了，一包加多少钱吧？一包加多少钱？合适我直接给你。你一包加多少钱吧？真的。你能加一半不？加多少？加一半。200。一半。你四倍买的，我给你加一百，不是600吗？八张，你真狠，你看见了吗？这都是狗贩子哈，这就是狗贩子，厉害了。我要做狗贩子，我要当狗贩子。你几毛啥价？你几毛啥价？几毛啥价？金毛350。还金毛还可以啊，350，十几斤了哈。疫苗打了吧？疫苗打了吧？原子疫苗了，才一轮。你那边的啥价？那样的450。阿拉斯加呢？这个六张。啊，大哥，300行吗？不卖。300。给我450我都不能卖。我知道你是啥价收的。500，这阿拉斯加500，这个你给我发实在了。那个最低450，大头金毛40张卖，少了不卖。300行吗？400都不卖。400都卖，这样的呢？这样的要完350，要不完是500一个。要不完500一个，你刚才给我发350。350要了的家，包我。你挺歪虚的，你狗贩子你最黑心的，400拿的，你给我要800，你真狠。值是值，关键是你太会捡漏了，比我都会捡。我很少接触这些大狗狗啊。我看这狗几岁了？我看这狗几岁了，行吗？大凯。我看这狗几岁了？看牙齿。你把它压上来，我看看。小狗。哎，里边的压。哦，两岁了。2岁了，还1岁呢，我一看看出来了。2岁了，400块钱收的，我估计得给他加，最少得加200块钱。这里边的金毛可以啊，就是尖嘴猴腮，价格不贵哈，350，尖嘴猴腮的哈，还行。阿拉斯加最低500，他金毛最低450，估计的话400能拿，那他那的金毛400，但是精神头还正在睡觉呢哈。这里面的金毛是疫苗坐骑。就是长相比较丑一些啊，嘴巴太尖了，看到了吧？咱去旁边再看看去啊，他又去捡漏去了，到时候得拜他为老师呀。哟，还让人家再让20呢，你想给人家380，厉害了，厉害了！你他不要给我，他不要给我，我出450，厉害了，还在给人家380呢。你怎么上家大哥？哪一个大？这个。对啊，这个萨摩疫苗做几针了？做完了。这个萨摩哈，他要是800，我估计的话，这大哥狗狗便宜哈。你是第一次来这个市场吗？没，以前没见过你。以前来过，以前在老古市那边。以前在老古市那边哈，你是哪里人啊？我河北的，你的狗怪便宜呢。这个400块钱能拿不？啊，最低多少？最低就这些。最低就这些，500。你看，哟，还行了啊，怪给面子了，这个500啊，值不值这一个？刚才给我申个8，我说500也给我。他的狗狗便宜啊，不知道健康不健康。如果想买的话，那就检测一下。这里面有阿拉，你的阿拉啥价？啥价？你说出来，600。600啊，他的阿拉斯加也便宜，都得刚满月也不敢。36天啊，看见了吧？36天，
600，我估计的话500能拿，就有点小。这个萨摩漂亮哈，这萨摩。行，咱今天就到这里哈。哎，这边还有一个，我问他金毛，你金毛啥价？金毛啊，多少？500。这个呢？这个巨贵呢？900。巨贵900，哟，你的股都便宜，以后得常拍常拍你的股啊。这个巨贵几个月了？3个月。3个月，再看看价格都行啊，多多少少都能给点面子，让点钱。您的阿拉斯加，今天先到这里哈。关注小杨哥啊，了解狗狗的最新行情。你看给人转账了是吧？看能转多少？上班都不能给你转呀，转多少？咋让人家看着嘞？真的是380，厉害了。不卖，不需要，不卖。380。你别跟我回家了，你再不回去，我卖。你390，哎呦，厉害了。人还不卖给你，人还不卖给你。哎呀，厉害了，最后还是400。哎，你拿来了，拿来了，又拿来了，还是还不让400，还是400，390，一分钱都不让，过了哈。哎呀，厉害了，咱今天就到这里了哈，我下午再来拍一次。